这刚弄完。甘肃的这个物价真的可以，这么三份三大碗，52，哇，这才是麻辣烫嘛，就是麻辣烫的精髓，甘谷县的辣子，吸汁的油条，哇，这一碗手擀粉，定西大宽水，这一盘主食有点夸张了啊，尤其这个辣子都是暗红色的，这个大碗子啊是这家独有的特色，你要几十块？啊，来了。哦哟，这辣子真的香，嚼这个手擀粉和嚼那跳跳糖似的，又麻又辣。油条啊，上面都裹满了这个辣子，吸汁神器。这麻辣烫虽然好吃啊，但是吃多了还是会有点腻，尤其是在这个酱料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苦味的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这个吃起来真的很爽，所以说，哎，我打算爽上加爽，就是搭配一下强爽，碰一杯吧，舒服，真的好喝，很爽口，尤其一口粉一口酒，真的绝了。哇，来试一下这个大宽粉，爽。海带扣，这玩意真的好香，我都想打包一些带回家。刚排队的时候还问了一下，同时吃过好几家的，对比下来其实味道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说咱们就没有必要去排那个队，来找一些这种没太被发掘的店铺。再来一口啊，朋友们。这麻辣烫太下酒了啊！光光炫了两瓶，真的爽麻了，就是感觉劲有点大，有点小晕，还是得继续来点宽粉啊！哇，中间都是带有那种小气泡的，很像那个炸猪皮。嗯，这活动的人指定能爱上。你们来了以后啊，这个忍子和这个素菜，还有这种豆制品啊，它会特别的吸油，一定要点。这次来到天水之后，从下这个高铁就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公交专线、装饰工业等等等等等等。这天水当地人有热情，美食还好吃。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啊，呼吁大家来这边吃麻辣烫，感受一下这天水的人文美食。总之呢，建议大家吃麻辣烫，别忘了自带强爽，绝配。